动算。一片动算声中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和昔日长官朱立伦一起走进会场，宣布竞选总部成立，同心协力，一棒接一棒。前总统马英九、前党主席洪秀柱、前县长周锡玮先后按下手印，象征团结，一棒接着一棒。但这样场合独缺党主席吴敦义，所有国民党出来竞选的人都不是哪一个人的人马，都应该是国家人、国家所有老百姓的人马。我相信他的行程非常多了，因为全台湾每一个地方，都有许多的竞选的活动。大家都不要联想那么多哈，可能有别的行程来不及啊。像我本来今天也差点不能来啊。过去吴敦义和侯友宜跑行程总是同场擦身过，这次吴敦义跑到新庄帮选议员的蒋根煌站台，又被解读因为侯友宜是朱立伦人马，国民党内三大太阳马吴朱角力不休。为什么他不敢跟吴敦义站在一起？上次这个在五股工商活动中心引领同乡会，吴敦义来，侯友宜也是不敢跟他一起。侯友宜应该告诉选民，马英九一再主张重启核四，侯友宜是怎么样的态度？是支持呢，还是反对呢？他不能两面都想赚。在大票仓三重帮议员拉抬声势，苏贞昌拐个弯，要侯友宜赶快表态能源主张，从组织到政策，点出侯友宜的内部矛盾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叶婷、SNU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